私密处脓包拳头大，治疗过程超级吓人。一个20岁的一个年轻女生，底下被虫咬，稍微痒，所以去抠到，就开始变大内诊。你看哇，两个拳头这样抱在一起这么大，痛到快没有办法走路。她说：“李医师，这个要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就是这样一刀划下去就好了。”我就跟她说：“我现在要准备划刀喽。”讲这句话之后，她就在那边扭扭扭，结果那个脓包就炸掉了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